先把媳妇的饮料喝完，然后给她先挑一杯，必须让她知道老公的私房钱不能掏。味道还不够，再来点好东西，这个让你以法充魂不可自拔。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。老公，你今天吃饭这么积极啊？来来来，吃饭吃饭。这不是想跟你一起吃饭吗？这个面太淡了，这加了点醋嘛。那老公干杯。干杯，来干杯。他这么乖乖的。要不我们先吃面，待会儿再喝。那行吧。行。这吃面怎么能不配点鸡蛋呢？那老婆，我吃点鸡蛋啊。行，那你吃吧。我吃大榴莲好了。熄火了，我叫你疼。老公，哎呀，今天大榴莲老甜了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每天来上十个八个蛋足矣。太香了。老婆，那个玉米酥呢？平常咱们配面吃的那个玉米酥。玉米酥啊？我想想，我放在厕所冰箱第二层了，最后忘记拿了。那你去拿去吧。我去拿。正好碰面去嘛，拿去。那行吧。终于把这个臭男人子揍了。既然他这么想玩，我就陪他玩到底。不行，他肯定会吃我这一碗。万无一失了。哟，玉米酥来喽！哎呀，我最喜欢吃玉米酥，我尝一个。那怎么我还没吃呢？这么小气呢？我尝一下嘛，就尝一下啊。哼，真香！哎呀，好吃，太香了。配面吃还不错。那当然啦。老公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不仅配面好吃，配馒头、配米饭、配饺子都很香。这个婆娘长得不怎么样，没想到还挺会买东西的，到时候我再用私房钱多买一点，藏到房间里偷偷吃。没有啊，没有呀。那你还要吃啊？我买了很多呢，我再给你拿。买点眼力见。就买了很多呢，慢慢吃。知道你爱吃，我就买了很多，你还天天欺负我，你说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老婆。这么个玉米酥吃起来酥酥脆脆啊，越嚼越香，里面满满的芝麻和花生，好吃还不掉渣。这么好吃在哪里买的？都是我在直播间买的。姐妹们，给你们推荐一款特别好吃的小零食玉米酥，它呀都是非油炸的，粗粮细做，老人和小孩都爱吃呢。现在直播间里还有活动，9.99一箱，30根，还包邮送到家，拍的越多越划算。平时啊，不仅能当小零食吃，还能当下饭的小菜吃。喜欢吃的姐妹们，赶紧去拍吧！这么划算？对啊，那你记得得多拍一点。平时我在家打电视、看游戏、上厕所的时候吃啊，贼合适呢。行，你要喜欢吃，我就给你多拍点嘛。到时候你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多吃点。行。老公，我的面你别抢，我的我。儿子，这是又要欺负我儿媳了，给老婆多加点料。有人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，先把下芥末的蛋挞换走，然后重新下一个陷阱。好戏开场了。来，儿子儿媳妇吃饭了。来了。哎呀，来了。哎呦，
这边芝麻和鸡蛋啊。啊，对对。既然鸡蛋我给大家分一下啊。哎呀，我最公平了。哎呀，手滑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。儿子，你面条不够吃啊？这根本不够吃啊，都不够塞牙缝的。我儿子面条不够吃，你吃什么吃啊？真的是，这面条都给我儿子吃、啊哦。哎呀，谢谢妈呀！哎呀，看到没有？大蛋是我亲生的。哎呀妈！一三五七九，哎呦，八个蛋，八个蛋呐、啊！哎呀。哎呀，媳妇，吃的好吃的，这什么呀？烧烤呀，河南淄博大烧烤啊！哎，给我吃，给我吃，换过来，这给我儿子吃啊！哎，我儿子想吃，瞧不起啊？拿走！哎呀，哇！那我先吃了。哎，那你吃。哎呦，两个都开吃了，八柱的鸡蛋则是好吃。真有点后悔把鸡蛋给他，再香也没有我的淄博大烧烤香。我猜公公肯定是帮我的。哎呀，那我也就吃我的烧烤了。哎呀，啊，哭的，快我吃，哎，啊。快我，不回我的，快我，快回来，拿走。哎呀，蛋蛋都被你吃完了，那剩下的给你、恶不恶心？就知道欺负我，这个自私自利的男人，就不能让我先吃两口面吗？爸肯定给我拿好吃的去了，我先吃点小零食。我先吃点小零食嘛。哎呀，幸好我买了玉米酥。又花我的钱，整天就知道买买买。这婆娘一点都不懂得分享，太过分了。懂不懂规矩啊？自己是独食啊？那我再给你揣嘛。闻着味儿馋死我了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面丝还不错嘛，嗯。那当然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玉米酥不仅配面条好吃，你平时配馒头、配米饭、配饺子也很香的。嗯，那么好吃，我不得多吃点。太香了！不愧是我买的小零食，真的太好吃了。让老公赶紧吃饱，这样等哈就不会跟我抢了。嗯，老婆，哎，这个吃起来啊，酥酥脆脆，越嚼越香，里面满满的都是芝麻和花生，好吃还不掉渣。这么好吃，在哪里买的？我就知道你爱吃，这都是我在直播间买的。嗯，姐妹们，我给你们也推荐一款特别好吃的小零食——玉米酥，它都是非油炸的，粗粮细做，老人和小孩都爱吃呢。现在直播间里还有活动，9.99一箱，30根，还包邮送到家呢。拍的越多还越划算，平时啊不仅能当小零食吃，还能当下饭的小菜吃呢。喜欢吃的姐妹们赶紧去拍吧。这么划算？对啊。那你不要吃啊，这些都留给我吃吧，我平时在家打电视看游戏，上厕所的时候吃啊，贼合适了。看你小吃的样子，那你上厕所多吃一点。行，老公又想吃独食。儿子，你吃饱了呀？差不多了，吃饱了。吃饱了，那儿媳妇，你赶快吃点好吃的吧。你吃，我看你怎么吃空气。你吃。啊，什么都没有呀！好冤呀！好冤呀！我吃，你抢什么抢啊？你吃个蛋挞吧。我吃这个，这个。大的给我老婆吃。行，儿媳妇，你吃这个。好。